他用的日式抹茶，我相信他想表达的是日式茶道以棋会的精神。你是谁啊？白天还是应该报警。我希望见一下这位厨师。夏日的烧烤还特意配上阿根廷的辣椒，激发出来的就是原始的香气。我看你们厨师今天有点情绪。顾振南，闭嘴！不许再来找我了！不能走啊！接下来除了他的菜，我什么都不吃。你不只是个厨师，你很特别。我们彼此都讨厌对方，这样挺好的。那我就是害怕以后再也找不着跟他那样的了。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，我不太需要。那要是我不会做菜了，你还喜欢我吗？